读。哎，这回行，正在。这回应该比那回行。哎呀，上回太。那也差不多十八斤了。烫一下好下来吧。烫一下，稍微烫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月。300斤买了一套这个牛肚，这牛肚呢，买回来以后啊，得烧点热水，把这个上边那个黑膜烫一下。这毛肚呢，用这个开水烫一下，它上边这黑的就好去了。一倒进去，脑，先脑打一下，因为油要焦两回。浇两回以后，它都把这个牛肚拉成一小块一小块的，然后呢，放点面粉，再清洗一遍。你都快的。里边加点面粉，把这个这缝隙里边这个脏东西再往外清洗一下。这牛肚清洗好以后了，焯一下水。把这个沫子撇一下，里边来点葱姜，放点香料，大椒、桂皮、香料、香叶、干辣椒，加点白酒去腥，加点盐，然后有点底味儿，倒点老抽，有点颜色。这牛肚比较难煮，大概煮2.5小时就差不多了。如果拿筷子一扎，能够扎透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牛肚一共煮了2个多小时，2小时10分钟，然后在这个汤里边再让它泡一会儿。这样了，这牛肚已经卤好了，现在把它放凉，放凉以后存冰箱里边，以后留着做菜。